PlaySlide 功能考量球道高度的变化，并显示调整过的果岭距离。球局中，您可以点选到果岭的距离以检视 PlaySlide 的建议距离。坡度距离补偿，这项功能依据您的目标位于上坡或下坡调整您的水平码距，也可计算相对于水平码距的击球弧线短或长。当看到手表上出现这个画面时，很清楚地可以从最上方知道现在在打第二洞，标准杆无感。由于球道地形高度的变化，这段距离打起来比预期长五码。接着是风速，你可以看到目前的风向是顺风，所以这段距离打起来比预期的少三码。再接着是类似云朵的图案，表示温度和湿度，这段距离打起来比预期的长两码。看懂了吗？很简单吧？感谢你的观赏，想了解更多请参阅 support.garmin.com。